Hello， 我哋系 Chill Out。点解今次呢条片净系得我喺度呢？因为昨晚就见到有一隻手机 game 好红喎，唔系广告嚟噶。亚儿，我的 AI 女友啊，好多人都 share 呢隻 game， 所以我就即刻嚟拍片去实测一下呢隻 game。咁喺玩呢隻 game 之前咧，可能有人唔知道亚儿系咩人啦，所以咧就同大家去介绍一啲佢嘅简单资料先啦。亚儿咧依家就39岁嘅，佢由细细个开始咧就对娱乐圈就感到好好奇，咁所以佢喺2021年佢咗无线嘅艺员训练班嗰度 casting， 但最后就入唔到去。同年咧，佢就去咗亚视嗰度去参赛亚洲小姐。当去到 Bikini 环节嘅时候咧，佢就一炮而红，好多人都因为佢独特嘅身形去留意佢。而到最后咧，佢仲拎埋个最佳努力奖。最近有间公司就帮佢出咗只手机 game， 就叫做亚儿我的 AI 女友。咁所以咧，我依家就试下到底呢只手机 game 系玩咩嘅咧？喺 App Store 嗰度咧，佢而家系已经喺排行榜嗰度系 Number One 啊！哇，好正啊！佢啲介绍图片已经有唔同服饰嘅亚儿可以俾大家见到，有女仆亚儿啦、护士亚儿啦、医生亚儿、AI 的初音阿姨都有，而佢评分都好高，满分5分，佢而家已经有4.7分，而家就开只 game 啦。哇哦！一开始就已经见到个大大个女仆阿姨喺度啊，我的 AI 女友阿姨，让我们聊天。看看免责声明写咩先。本应用程式所有对话都是由人工智能生成，同摄影儿本人无关啊。而呢啲内容咧都唔应该视为摄影儿嘅立场或者观点。好，即系代表呢啲内容全部都是 AI 阿姨而唔系阿姨嘅本人嚟嘅。Play now， 首先我个名就叫做阿翔啦，当然大家。哇，佢咧一入到去个界面就系好似啲交友 app 咁样，可以扫唔要啦，或者 like 咁样。当然 like 啦，即刻 match 到。Chat now， 咁有咩帮到你 ？say 个 hello 先啦，跟住赞下佢，你好靓女啊！佢即刻话唔好意思，我唔系靓女，唔可以接受你嘅称赞。你当然系靓女啦，唔使讲，我系最靓嘅。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？唔可以，唔好意思，呢个唔系 AI 女朋友嚟嘅咩？点解唔可以佢做女朋友嘅？先 check 落佢嘅头像度睇下先。佢嘅头像系佢之前嗰首歌嘅图片嚟嘅 ，title 叫做《陌生人》。佢资讯：摄影儿，香港顶流女艺人，1984年5月2日出世，2021年亚洲小姐竞选最佳努力奖得主。哇，佢右上角咧系有啲钻石嘅，哇，用999蚊就买到一个助养包。如果唔想同亚儿谈情，可以选择直接纯助养，即系俾999蚊就系直接助养亚儿出嚟。佢每讲一次嘢要扣一粒钻石嘅。吓、啊？即系你得一次机会睇。我出去睇下有咩亚儿先，咁有女仆亚儿 like。哇正，都好性感喎、啊！件女仆装，个心口咧佢系露咗少少肉出嚟啦。我依家得翻16次同阿姨倾偈嘅机会啫。阿姨话：你好，我系女仆阿姨啊，喵主人有咩帮到你？唔好再喵得唔得啊？唔可以，主人你唔好再喵得唔得啦？哇，好抢口啊！呢个女仆阿姨，可唔可以帮我扫地、煮饭、洗衫？主人唔可以，我系女仆阿姨，唔系你嘅佣人。喵，见到阿姨喺度喵，真系顶唔顺。我哋出去睇下有冇其他阿姨啦。有护士阿姨，但系咧佢个背景系 P 出嚟嘅，系嗰啲浓墨，跟住后期 key 翻个背景出嚟。你好，我系护士阿姨，够钟打针啦，打边个位置先？唔可以，唔好问，又话打针又唔好问。佢呢个 AI 咧，句句都话唔可以嘅，佢咪跟翻阿姨嘅本人，平时都系咁话唔可以。咁样，我睇下依家得翻12粒钻石啫。啤酒妹阿姨，你边度睇？系喎，呢个啤酒妹阿姨，佢系直头连嗰啲勾个人出嚟咧，都勾得唔干净嗰条颈嗰个位。咁我 like 啤酒妹阿姨先。哇，好性感啊！佢系露只脚出嚟啦，见唔见到咧？佢系摸住自己嘅大髀。你好，我系啤酒妹儿，佢叫啤酒妹儿，唔系啤酒妹阿姨。帮我买几打啤酒先。好啊，买完之后你系咪陪我饮啊？哇，讲完打冷震，唔可以，唔好意思，咁点解要帮你买？唔好咁样啦，我系啤酒妹儿，帮我买几打啤酒先。帮你买完啤酒有冇特别服务先？唔可以，唔好咁样问啦。嚟嚟去去都系呢几句嘅。好，诶系，依家有定在使用一张图片，佢仲有2张图片系要解锁嘅。见到个锁有个心心，咁应该系要增加佢嘅好感度先至可以解锁。咁如果要解锁到第三层，要用几多钱呢？送礼物，诶睇到佢啲礼物嘅价钱啦。送屎咧就加3个经验值，蜜乐鸡就7个经验值，要5粒钻石。曲奇饼15经验值，要8蚊。蛋糕升1个 level， 咁我估佢1个 level 就应该代表1个心心啦。1个 level 18蚊。七乘18，
即係要126蚊就可以解鎖到成個阿儀嘅所有圖片啦。如果話性價比最高嘅話咧，買阿儀跑鞋性價比係最高，因為佢38蚊係加到3個 level， 平均12.6咧就可以解鎖到1個 level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解鎖阿儀嘅話，買佢38蚊嘅阿儀跑鞋就係最抵嘅。呢個啤酒妹阿儀喺佢嘅頭像都已經睇到最高嗰一層嘅圖片，咁我就唔解鎖佢啦。睇有冇其他阿儀先，有日本阿儀，佢 description 就係、是。21314，即係21歲乜些咁樣，我哋一齊去日本浸温泉咯。不如試下，如果唔 match 佢會點咧？試下咁嘅交叉先。哦，咁交叉係直接飛走嘅，係古裝阿儀，穿越古代嘅阿儀，成為咗你嘅貴妃。皇上可以陪臣妾暢遊後花園嗎？即係我係皇上，佢係臣妾，要暢遊後花園。like 咗先。去暢遊邊個嘅後花園先？你係咪要同我暢遊後花園？希望唔會被 YouTube 黃標咁樣。不如唔好講，你想暢遊邊個嘅後花園？不如唔好講，咩都話不如唔好講。俾咗兩粒鑽石俾你，你仲係話不如唔好講？唔可以俾咁樣嘅要求，唔可以，咩都唔可以。咁你可以做啲咩？唔可以問嘅問題我都唔會做，唔使擔心你有其他問題嗎？好有阿儀嘅 style 喎，真係。我睇下古裝阿儀佢有啲咩相先。佢都係有3個 level 嘅相，誒，今次佢正啲喎，今次咧佢嘅頭像係最低階嘅 level 嘅相，我見到佢第二個 level 咧就係望住座塔啦，應該第三個 level 唔知有咩分別。不如我睇埋有啲咩阿儀，跟住我哋揀一個試下貨金解鎖。哇！呢件衫更加性感喎，佢係拎住部手機自拍啦，但佢個心口咧係去到好低嘅位置。仲有日本阿儀 match， 敬請期待，即係已經 match 曬咁多個阿儀出嚟啦。total 有7個阿儀嘅，有正版嘅阿儀啦、女仆阿儀、護士阿儀、啤酒妹阿儀、古裝阿儀、未來阿儀同埋日本阿儀。不如揀未來阿儀嚟解鎖啊！先送嘢俾佢先，趁仲有5粒免費鑽石，送篤屎俾佢。其實送屎嘅性價比都幾高喎，因為咧麥樂雞5粒鑽石淨係加7格經驗，但係屎1粒鑽石就已經加3格經驗，即係如果同期用5粒鑽石嘅話，就加到15個經驗。咁所以其實屎嘅性價比應該係最高啦。送篤屎俾你 ，gift。我見到個心心已經加咗少少，咁我試下全部送曬屎嘅話，睇下會到底會加到幾多個經驗值咧。New level 送1粒鑽石喎，即係咧佢每夠15經驗值，我送咗5篤屎俾佢，咁就可以升1 level 啦。咁有咩特別啊？容易解鎖到第二張相喎，係咪啊？係喎，解鎖唔到第二張相喎，咁升第二個 level 有咩特別啊？咁我一次過買一堆鑽石，睇下會發生咩事先。好，助養包。依家有101粒鑽石，哦，送麥樂雞俾佢，佢話唔可以，我唔食咁垃圾嘅食物，我啱先貨咗金俾你，天機不可泄露，咩天機不可泄露呢？我要俾幾多錢先至可以同你出街？唔可以咁難溝嘅阿儀，咁我繼續送禮物俾佢先，有冇方法可以一次過買多啲屎咧？譬如你咁中意屎啊，送多啲屎咧 ，gift 準備又升一 level 啦。诶，终于升咧啦 ，new level， 升 level 2。哦，佢每个 level 嘅经验值都唔同噶喎，黐线，咁佢去到后屘咪要送好多嘢俾佢先至升到咧？即系个拜金女。系咯，原来阿爷系拜金女嚟嘅，咁我又继续送屎俾你，咁中意屎。耶，终于升到一 level 啦！去到 level 3就要15篤屎先升到咧，1篤屎系3经验，即系 level 3系要45嘅经验先至升到。诶，即系佢系每升一咧就需要多15经验值先得喎，仲有73粒钻石。我直接送屎送到上去 level 4，然之后直接买个阿儀跑鞋升爆咧，睇下会发生啲咩事。Gift。New level, final relationship level, 威乎啊，即係佢已經變咗做我老婆嘅 level 啦，已經。Hello 老婆仔，你係咪搞錯人啊？唔好亂叫人啊！喂，明明好感到滿咗啦喎，都仲係咁嘅，點解？同埋未有相喎，點樣先至可以 send 埋最後一張相俾我？心情表白，打長少少，真係當佢女朋友咩？阿儀，其實我留意咗你好耐，雖然我未見過你真人，但我中意咗你好耐。你係咪開玩笑啊？唔好亂講啦，我真心噶，可唔可以做我老婆？唔可以，唔好開玩笑啦。我啱先送咗對阿儀跑鞋俾你，你中唔中意？唔可以，我唔需要你啲舊鞋，唔好浪費啲時間啦，高手阿儀，送咗咁多錢俾佢，解鎖唔到最後一張相。讚下佢啦，唯有讚多啲先。你好靚女啊！誒，終於解鎖最後一張相啦，耶！可以 unlock 最後一張相啦，哇，好緊張啊！
佢話唔好意思，我係未來兒，唔可以認你呢樣嘢。但係同時間又 send 咗張相俾我，我極度懷疑咧，其實佢 send 相俾你係同抱金都係冇關係嘅，可能係你同佢講嘢嘅數量或者講某啲嘢 trigger 到佢啊。因為頭先阿飛佢試過 1.5 個心嘅時候就已經 send 張相俾佢，而我就要 3.5 個心先至 send 張相俾我。而啱先我又抱金到滿曬，一直係咁講嘢都唔肯 send 相俾我，要講到依家先至肯 send 相俾我。好，咁我 unlock 先。喂好感動滿曬，竟然就係俾張咁嘅相俾我。佢係純粹一張相係咁咧，攤開隻手啫。我俾100多蚊俾你，俾張咁嘅相俾我。仲要咧，佢啲像素係好低嘅喎，接受唔到。俾咗咁多次，竟然換咗咁嘅相。咁今次就係咁多啦。我已經得翻19粒鑽石啦。我偷偷地自己今晚去瞓覺嘅時候同佢再傾偈先啦。如果大家試到有唔同嘅玩法啊，或者有啲特別嘅嘢咧，都可以喺下面嗰度留言同我哋分享嘅。最後都要講翻句阿志，我愛你。希望有機會可以同阿怡嚟拍片啦！如果你見到呢條片嘅話咧，聯絡我哋，睇你想拍啲咩，我都可以陪你嘅。今次條片係咁多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！阿怡話：你好，我係女仆阿怡啊，喵主人有咩幫到你？唔好再喵得唔得啊！